宏远是台湾最具规模的国际化一贯纺织厂，具有加工纱、织布、染整、后加工、印花、涂布贴合到成衣，运用垂直整合的优势，提供客户从纱线到成衣制作的一站式服务，并以创新导向的高附加价值机能性布料与生态创新布种稳居纺织领航地位。宏远的使命是贡献社会，改变世界。我们的企业核心价值从善和利他出发，以创新、永续、智慧、坚实、势力，对世界做出贡献，达到经济、环境、社会的三重盈余。宏远勇于投资，不断转型升级，创造第二成长曲线，善用全球布局及区域制造与短链供应的优势，资源弹性调度，提供顾客最佳解决方案。当我们挑战越多，企业就成长越大。宏远人超越极限，挑战自我，提升企业竞争力。 Global Thinking Local Action， 宏远要以全球化思维做在地的绿色生产，打造为绿色生态工业园，配置智慧化的软硬体与节能减碳设备。宏远以人为本，落实对员工的照顾责任，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将关怀与沟通来强化团队向心力，以宏远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建立更强大的合作团队。企业的目的是以创新行销来创造顾客，而创新是宏远的代名词，更是宏远人的 DNA。 宏远用颠覆性的创新与人文称科学融合出更优化的解决方案，引领市场，创造需求。宏远每年投入 4% 的营业额在创新研究领域，以简单、便利、低成本及自有强项特色，做出破坏性创新及整合125项核心技术平台，每年开发超过3000种产品与布种，创造具特色及有价有量的创新阀门产品。宏远洞见环保与户外市场的绿色商机，开发环保利基产品，以循环经济奠定宏远生态创新产品领导地位，以生质材料为基础，持续开发融合创新的时尚机能性布料，成为国际及户外运动品牌顾客不可或缺的长期合作伙伴。宏远要成为智慧前瞻企业，发展工业 3.5， 抢先在紫海转型升级，将老师傅的经验数位化，建立数位大脑，自动化、智慧化、去技术化，缩短学习曲线，借由人机协同合作，成为 90% 靠数位大脑、10% 由人来决策的钢铁人。智慧宏远是全价值链的深度改革。IoT 乘以 ABCE 的应用，让宏远全球厂区都成为工业 4.0 的未来工厂。全面自动化，现场端导入 CIM 电脑整合制造及 MES 制造执行系统，将资料汇集于数位主线平台，建置可视化管理看板，整合即时透明资讯，直接指示现场人员作业，并提供主管快速分析决策。引进虚拟资料科学家平台，并运用 AI 人工智慧、ChatGPT 等生成式 AI 科技，实地优化运作在公司各场域，使整体营运流程最佳化，提升弹性与回馈速度，提供快速分析精准决策。由各部门领域专家与 IT 合作建构专属资料湖，再运用知识、工具、方法来进行 AI 大数据分析，将产销人发财各面向驱动，让营运流程决策自动化。人工智慧正在改变产业结构， AI 会是未来的先随。宏远要让人工智慧无所不在，去走出纺织产业的新格局。
梦想要大，起步要轻，行动要快。宏远要成为智慧制造的实践者，将战果扩大，并把经验对外分享，与利害关系者创造共享价值。在智慧升级的同时，宏远更结合经实力，扩展宏远人的智慧思维，以顾客需求拉动全价值流，只生产顾客需要的产品。追求至善品质的丰田管理模式，品质是一家公司的晴雨表，品质是原点，至善品质没有捷径。宏远持续推动大野圈、品管圈、2S 管理，达到全员参与，培养团队合作。持续推动经实力专案到海内外各厂，走入现场，将丰田主管的31项口头禅作为宏远人的工作准则，并彻底推动以 PDCA 加 F 方式进行追踪改善。经实意识由外而内影响体系，达成营业额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宏远以 ERP 结合 TOC 制约理论，提高有效产出，降低库存和整体营运费用，智慧与经实结合，善用限量及有用的资讯，结合 Just in Time 及自动化，建置数位经实管理系统，建立以获利为目标的管理模式。宏远从2007年实行 ESM 永续经营模式，推动循环经济作为企业引擎，以 7R 原则做中学、学中做，融合经济、环境、社会的荷包蛋哲学，创造三重盈余。永续不只是机会，更是宏远的责任。全球厂区停开空调，以绿建筑原理打造会呼吸的生态工业园，运用负压水帘与浮力通风原理，大幅降温，营造绿活工厂舒适环境，并投资节能设备，降低能源消耗，更以自然生态法则提供生物多样性空间。产品与制程全数通过瑞士 BlueSign 认证，同时建立废弃物等于食物的典范，落实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赋予废弃物二次生命。少即是多的精神，让宏远一年省下约2亿台币的可观费用，荣获国家与国际肯定的桂冠。面对气候变迁冲击，宏远落实推动 ESG， 致力使用再生能源，导入太阳能发电系统与使用绿色生殖燃料，以降低碳排放。目标2030年降低 51% 碳排，2050年迈向净零碳排。宏远以净零政策结合智慧生产，提升资源生产力，建构碳排管理中心，系统化管理碳盘查及碳足迹。没有合作和分享，就没有活水的循环经济。分享经验是奉献和给予，透过不断的分享，宏远就能增加永续的影响力，让善流转出去。幸福健康的伙伴是宏远的永续资产。宏远由内落实员工的照护关怀，对外则积极公益，以社会回馈与品牌公益等对社会做出正面影响。宏远结合产官学研领域，持续分享创新成果，开放国内外团体企业参访与交流。宏远持续撒下绿色的种子，期望鼓舞各领域共同以永续作为来改变世界。争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宏远重视自己的生命价值，所以我们真诚地做永续，只有专注而诚恳，才能打动世界。赢在学习，胜在改变。宏远要拥抱限制，不断超越极限，挑战自我，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贡献社会，改变世界。所以宏远坚持做对的事，勇于突破关键点，翻转变局，打造永续韧性企业。我们分享和奉献，要为利害关注者创造共享价值，
创造六方之影的永续自觉企业。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以善和利他出发，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影响他人，做出正向改变。宏远要成为全球永续领导企业与世界公民，让世界更美好。